天气真的好热，知名饮品选在了大暑日推出的活动，只要民众穿着短袖短裤或是短裙购买指定饮品，就可以享有第二杯半价的优惠。另外呢，还有火锅店业者出奇招，要是气温达到了34度，可以打66折；35度则是可以打65折。天气越热，折扣越多。大热天，这里有排队人潮，只要穿着清凉短裤、短裙或短袖购买指定饮品，可享第二杯半价优惠。我是海盐控，然后看到这个活动，短裤。然后我就来了，来就大概都穿这样。然后我特别得知他们今天有第二杯半价的活动。看准夏天，茶品卖得好，总共8款饮料第二杯半价，最低一杯不到40元。最近真的热到爆，来杯冰凉的饮料好消暑。23日是大暑日，面对24节气最热的一天，知名饮品推优惠，要您穿得清凉也喝得透心凉。茶跟奶茶业绩都有成长，那预估呢，这一波应该也是可以帮我们带来不少业绩。天气热，火锅控也有好康。火锅店以辣制热，有温度优惠折扣。如果气温34度，折扣为66折；35度就是65折。天气越热，折扣越多。因为优惠比较多，就会比较想要来吃。现在气温动辄30多度，来吃锅只要出示手机天气 APP， 即时气温就有折扣。天气热要让买气更热，业者推优惠，增加民众消费意愿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